亲爱的来宾，三男四女，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傍晚好。今天呢，可说是大好吉日。今年呢，刚好是2022年，今天又是几号啊？对，22。所以寓意着呢，今天是好事成双。好，各位来宾，那么揭开今晚活动序幕的是为百福灯起灯仪式。Thank you.